哎，喂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事要跟你说，跟你上学期的事有关啊。地点我再带给你，好，好，先这样了，拜拜。小俊啊，大公司出了点状况，要出去一趟。你一个人在家没有问题吧？嗯，可以。好，爸待会就回来了，别到处乱跑啊。哎，广俊，哇塞，这么快哦！好，先进去。进去这里，不要吧？我们外面讲究啊。你在说什么？这里不是你最喜欢来的地方。这里面很乱，我不想进去。你有事就在这讲，不然我就要走了。哎，那你跟于小现在是怎样？你们分手了？我跟云桥是男女朋友。废话，大家都知道你们在一起啊。你送他的那个什么定情手链哦，还是我帮你出的钱呢？那是你出的。不然呢？走了。李先生，病人现在有点状况，请你马上来医院一趟。广俊，要喝点东西？哦，不用了，我跟家人两点事一下就走。嗨，广俊，干嘛？哎，嘉豪。你约我出来，不是要跟我讲上学期的事吗？哎，广俊，好久不见啊！这里我待不下去了，你如果不说，我就真的要走了。哎，等一下啦。
打开照片，就会知道我要说什么。你去过我家？对啊，你妈常出国，你又和你爸吵架，那几天都是我在陪你。所以我说，当你说你忘记我的时候，我真的难过，所以我才想说，帮你找了你最喜欢来的地方。看看你会想起什么。哎，你知道你很会打吗？怎么可能？我连球杆都不会拿。快点！好紧张的，打球不是坏事。宝俊，你记不记得成婚那一天，我们有约在一家茶馆？什么茶馆啊？我连自己会打棒球都不记得。那你也不记得你有拿走一个牛皮纸袋吧？什么牛皮纸袋？没有啦，就阿刚买给他女朋友的生日礼物了。那天可能被你拿走了，所以我帮他找一下，不然他女朋友真的会杀了他，好吧？好啦，那我就回家找找看。好，那你记得找到马上跟我说，好吗？好啊，那我就先走。好啊。最近家里头出了一点事情，不然这样好不好？我跟你保证，下礼拜二一定把货出给你。不好意思啊，对对对，好，谢谢你啊，对对对，下礼拜二，好，再见再见。你去哪里了？不叫你不要出门的吗？爸，我今天遇到。你身上怎么都是烟味啊？你又跑去哪里鬼混啊？你到底要惹多少麻烦你才甘愿啊？问你什么你也不讲，难道我这个做爸爸的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？小俊啊，你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，听爸爸的话，留在家里头休息，别再到处乱跑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没事了，先去洗澡睡觉吧，明天要上课呢。
秦老师啊，我是小俊的爸爸，有件事情我想要跟你商量一下。我在想说，是不是要让小俊转学，或者是干脆搬到南部去算了。我这样蜡烛两头烧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。是因为我以前跟嘉浩这些人混，所以云乔和爸爸才这么刻意保护我，提醒我的吗？是不是我过去做了什么坏事，所以我才会忘记这段记忆？我到底做了什么？